好，第一张地图来到战役钢之境地图右下角红色虫族 ，I'm ready。地图左上角蓝色神族 ，Dandy。这个 I'm ready， 他平常听的音乐也是蛮特别的，他都听一些，算了，不要多说。他都听一些很奇怪的歌啊，就听着那种对身体会产生不良影响的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有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！哇，这个没有发现啊，这个好像可以哦，这个好像可以哦。他想要赌，哎呦，等一下，他想要赌，他会赌吗？有，他把他骗出来，把他骗出来。来，穿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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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，有，可以。来，现在就看这个教室出不出得来。现在只要把水塔打掉就赢了。哇，这个其实建筑学，他放了两个水晶塔。等等，那个教室如果是出现在一个很棒的位置的话，虫族可能哇，停电，有电，有水晶塔好，水晶塔好，撑一下，哇，果然是死了。哎，他取消了一只教室，那因为那个虫那边是完全没有留任何一只工兵，全部都拉出来了，所以家里没后续了。看这只教室能不能一个打中过了。哇，他在这边卡，这边不是很危险吗？人家穿框过去包住你怎么办？能不能包到？超级关键的，到底能不能包到这个教室？其实先工兵可以先打下工兵，我就觉得。然后工兵回去采矿了。有，这群狗在发呆，好像有机会哦，这个教室快没血，剩一滴，教室就剩一滴血，不要再让他有回血机会，穿矿过去打他，哇，教室在回血了，哇，尴尬，哇，不行，教室，教室被敲到，好，可以，教室要死了，好 ，OK， 有了，好，这边艾瑞迪拿下第一分，太猛啦，这个虫子怎么强啊？不觉得虫族这样很强吗？And I say
好，地图来到的是事务招领地图右上角蓝红色虫族 ，I'm ready。看来又要放大招啦，这个要野要开二矿到人家的三矿了。然后这个条码 Randy 在左下角。上来看一下啊，这边看到煤二本，煤二矿有狗池，对，这边直接改成二 B 去开。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原本就要二 B 去开。看到了这个，我已经看到那个重开了。这边选择放 VR 出追猎者，哇，我看安瑞迪这一把，这把应该是蛮难解的。bug 是不用看到主宝，可以看到那两根，对不对？这合理。冰扫的情况下，神龙之主的高点会破那个环爆。
痛代表练太少，怎么可能？好，第二场第三站，好，第三站地图来到的是乔恩工厂，地图左上角蓝色虫族 ，I'm ready。地图右下角红色神族 ，Dandy。你是说整体声音很小吗？有比平常还小吗？声音？假声又不小，烟火，因为那个啊八周年纪念日。知道两矿赤蛇一波，哎，太神了！赤蛇速度已经升了。但是这个神族根本就没有开三矿啊，
完成。太老派了吧。哇，这个正面，这个虫族到底要怎么扛这正面？这也不用飘，直接打飞机了。2-1，那接下来是冠军赛哦。冠军赛的话就是 Dandy 对上是 Regulanu 神打虫的对抗。